哎，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我是宝可梦，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画面上看到这个有没有 Costco 的黑钻卡？哇哦，这个值得入手吗？那宝可梦其实在之前的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大概前几天吧，好，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好，我自己已经抢先去申办了。那我觉得适合申办，你适合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说。这种要缴年费的东西，我都会请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哦，因为你缴出去的年费有可能成为厂商口袋里面的这个赚钱的利器，但是你不见得能够从他们的口袋里面把这些钱拿回来。那么你还值得去申办这张卡片吗？哦，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Costco 的黑钻卡是否适合你。哦，那在开始我们的正题之前，也跟大家聊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在三四月的时候吧，这个 Costco 他们有代理商，然后他们有写信来询问宝可梦说有没有要合作的意愿，就是来介绍他们新升级的这张卡片这样子。那后来他问过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报价太贵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后来就是觉得说可能没有必要做宣传，他们走口碑的话就是大家觉得好就会去宣传哦，所以其实这就没有业配了哈。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经过我自己的计算之后，我觉得对我们家来说是划算的，所以我就申请了，所以才有这张卡片跟我的 IG 的这个贴文。好，那适不适合你呢？不知道。好，我们往下看，你才会知道。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走。好，本期影片将带你认识哈 Costco 的金星会员跟黑钻会员呢，到底有什么差别？差在哪？值得多付这1650元，然后来入手吗？好，第二个是，当你支付了3000元的年费之后，你可以拿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你用得到，而且会回本的吗？如果不会回本的话，你为什么不把3000元省下来呢？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提示大家说，什么样子的人会适合升级黑钻卡？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啦，对不对？好，来，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哦。对，这中间的这个会员等级有没有什么差？它其实有分 business 哦，就是商业会员跟这个一般的这个金星会员的部分。好，那商业会员比较便宜，1150。好，如果你自己本身是那种哦中盘商，或者是自己是那种。有在做小本生意的，好，比如说早餐店，你有要再批一些货的，那么你加入 Costco 是很方便的，因为它的东西量大又便宜，哈，绝对能够在你在经营上面有这个成本上的降低是有很大的优势，好，所以这部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在经营小本生意的，那 Costco 会员其实你可以加入，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一般人的部分，如果是加入Costco 会员，其实就是只有金星会员，像我之前也都是只有金星会员这样子。那 Costco 比较特别是它有发行联名卡哦，所以它的金星会员其实是可以跟联名卡做这个所谓的一起使用的。像这张就是我的 Costco 的这个无限卡哦。那其实好事多它有白金卡、预习卡跟无限卡，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差多少哦，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办预习卡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卡片的背面呐，哈，这边有写到，就是我是相片卡，所以他这边会帮我拍一张照片在这里，哈，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你申办了一张 Costco 的相片卡，你就可以用这张卡片直接进出这个 Costco 哦，那你就不用再额外再带一张会员卡的部分，哦，所以这是我觉得信用卡还蛮方便的地方，所以也提供大家参考。所以金星会员呢有绑定信用卡，那它的优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哦，这边。全球通用，所以你只要这个有这张卡片，其实你可以去其他国家的 Costco 都可以进场这样子。好，但是金星会员的部分就是他再多给你一张家庭会员卡，比如说我曾经办过一张这个附属卡给我爸爸，然后后来一年到月之后我就换给我弟弟这样子。好，但是我爸那张卡片还是可以用哦，只是说他没有办法进去 Costco，因为他们会电对人脸嘛，所以那张卡片其实在 Costco 照理说应该是可以刷卡，好，只是说他就没有那个会员资格，所以他最后。在刷会员的时候，一定要是使用我弟弟的这个会员资格，才能够就是启动消费的程序哦。但是呢，你如果申请了副卡之后，你一年之后你要再换另外一个人来申请这个家庭副卡是可以的。好，所以这是提供大家参考。那这一次呢，升级了这个所谓的金星会员，金星会员也有这个所谓的商业会员，但是价格都一样。好，所以价格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有多一个差别哈，这五一个是4个勾，一个是5个勾嘛，就是一个副卡的部分。好，副卡的部分的话呢，它就会没有办法累积
这个黑钻卡的资格啦，只是说比较方便，你可以就是把这个黑钻卡给你身边的亲友来使用这样子。哦，那么有2%的话干嘛办呢？不晓得。好，但是呢，如果是一般会员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升级，比如说金星会员升级到黑钻卡的部分，你只要补相对应的差额，比如说3000减1350，就是所谓的1650。好，只要补足1650，不管是现金还是刷卡，扣掉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升级了。那它的会员计算年度是以，比如说你续会员的那一个年份，比如说那个月份来算，比如说我是11月好了，那我现在7月的话，我就要缴交7、8、9、10，好，4个月份的这个按比例来支付剩下的这个金额，那么我就可以接下来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金星会员到下一个年度，那下一个年度就是要缴完整的3000块，然后所以它是用一个按比例去做计算的部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被多收钱哦，基本上它都会给你算得好好的，你有需要的话就是直接到这个会员服务部，也就是说你 Costco 进门口的那个出口的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去进行升级哦，那个也很简单，就是说他就问一下你的基本资料，然后呢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之后。他就把你直接做升级，那升级之后，他把你带到旁边去，然后就会做一个简单的拍照。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卡片的背面，它就是帮宝可梦拍了一张照片。好，那我遮住的地方就是一些基本的资讯啊，所以你拿到每个人的正面都是这个样子。好，就是一张这样子的卡片。那背面的话，就是一个你的基本的会员资讯，它可以过卡，然后还有你一张本人的照片这样子。所以你进场的时候一样是要拿这张卡片。好，所以大概它的流程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缴了3000块之后呢，你可以有一张免费的家庭卡，那么你可以累积2%的消费回馈，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跨界会员服务，就是大概是这些部分。好，那你可能会很好奇说，诶，那我支付了3000元的年费之后，我到底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呢？好，我这边也简单的整理了一个列表让大家看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尊荣感哦，这张卡片就是，虽然说它最后印出来是平面，我看起来是觉得还蛮廉价的，但是事实上它就是有点稍微亮面嘛，哈，然后就看起来也不错啦，哈。那下面就是多了一个台湾的这个网址，好，其实你在线上购物跟在实体购物，其实大部分都是符合这个资格的。那当然，它有14个项目是做排除的，好，所以比如说什么缴费啊，然后什么汽车、黄金之类的，像这种比较高单价，大概就不行。好，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官网去查询一下相关的部分。好，那我在后面会讲到。好，有尊荣感，走路有风。好，这是你自己觉得啦。好，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全台的好事多卖场跟好事多线上购物的消费都可以有2%的回馈。好，但是呢，这个有排除项目的部分，所以刚刚有讲到，你上官网去确认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它所谓的会员特殊的权益，就是比如说它有跟雄狮旅游推出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旅游服务，那么他说一趟大概就可以省下1500，所以你只要去参加活动旅游2趟，你这个年费就回本了。好，所以他们会推出一些独家的这个特案的部分，你可以去上网去多多了解。好，既然你都已经花钱加入黑钻卡了，了解一下它的权益应该不为过吧？好，包括就是还有一些额外的保险专属专案都有推出，那这部分他们应该会陆陆续续的去增加这个所谓的专属权益的部分，好，也不会让你就是白白花钱啊。然后，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最后的话，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诶，它这个2%的回馈到底怎么拿啊？好，它这个2%回馈，它的设计方式其实也，我觉得也算是，算一次性给你。比如说，我是11月份会到期嘛，所以它会在大概9月底的时候就会把这一个完整的，比如说我7月、8月、9月消费的金额呢，它统整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然后它就会把这个金额给我。那给我的话，我就必须要一次性的把这个所谓的抵用券，把它在实体卖场把它一次花掉。那比如说我这次拿到了3000块，那我可能就要去卖场买大概超过3000元，然后就一次抵掉这样子。好，那你当然会觉得说 Costco 随便进去随便出来，当然就三四千起跳啊，怎么可能花不完？也是啦，好，就是进去的话，你真的是拿个2、3个东西，好，因为分量大，虽然价格低，但是单价也变高了，好，所以你就会花比较多钱哦，这个是没办法，好，这就是他们的整个营运的模式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回馈表格，好，因为它的这个回馈是2%回馈金嘛，那么
官方就有帮你做一个表格这个试算，比如说你一个月花大概7000块左右，好，12个月的部分呢，你大概就会花到8万多，8万多的2%其实就是1650，等于是说你额外再多缴的这个所谓的费用的部分，因为3000减1350就是1650嘛，好，大概就会回本了，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们其实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一个月可以在 Costco 买到接近10000块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张卡片对你来说升级是划算的。好，那当然你刷越多是越划算的。他这边有算到最后一个集聚，好，年度回馈3万的部分，你就是一个月大概花12.5万左右都是划算的。好，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常常跑 Costco， 也许一个月刷12万十几万倒是不是什么问题哦。你只要用信用卡搭配，你还可以多拿1%。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数字都是还蛮可观的，哈，惊人啊，对，好，好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这边我简单小总结一下，哦，你如果会在 Costco 年刷10万元以上，其实你的年费就回本了，哦。简单计算一下，哦，就是黑钻卡给你2%，然后国泰世华 Costco 的信用卡，不论是白金、玉玺或是无限，它都是给你1%的回馈，哦，所以加起来就是3%。好，哦，这样子换算起来的话，1万的3%就是3000元。好，哦，所以你基本上你缴出去的年费就会拿回来了。那10000块，年刷10万的话，回推大概一个月是要刷8333元，好，所以你一个月如果有可以喷8000-9000块钱在 Costco 的话，那么搭配信用卡是符合资格的，好，我觉得你是划算的。那它的，因为它的第二个是它的年度回馈上限是3万，所以往回推的话就是150万以内都是划算的，但是超过的部分就只剩下这个信用卡的回馈只剩1%啦，好，所以你也是要自己去划去计算一下，说如果你一年可以刷到150，那么升级黑钻卡对你来说绝对是划算的，因为年费3000扣掉之后，你还有27000都是你的囊中物，几乎就是多送一支 iPhone 啦，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刷越多，你对你来说是越有利，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这边有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适合升级黑钻卡，哦，我列出了3种人，如果你是这3种人的其中一种，你都很适合来使用。第一个，4口之家的小资家庭，哦，像你你跟你可能组了家庭，你跟你先生或你太太，然后有养了1到2个小孩，好，那这样子就是4口之家，其实你平均你一个月的会做消费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一般生活费8333应该是差不多啦，好，因为你买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要买一些肉啊，好，或者是一些大分量的蔬果，其实周末带全家人去 Costco 可能一趟这个钱就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蛮适合的。如果你真的有常常逛 Costco， 而且主力在 Costco 的，这张卡片的黑钻卡是适合你的。好，那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代刷代买的搬运工，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你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都有2-3万以上的话，那这张卡也很适合你，好，因为它的回馈基本上就是多的。好，简单举例，像我们家我自己平均一个月可能只会去1到2次 Costco， 那我最喜欢去那里买什么？很好玩，我去那边。之前就是那个代理商他们有问我合作意愿，那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嘛。但他后来又有再联系我一次，就是找我做 Costco 的这个他们店内刊物的这个所谓的专访，然后就问我几个一些小资申请信用卡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哦。那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也直接跟大家讲说，我其实我自己有办 Costco 卡，那我也常一个大概每2个礼拜会去一次。那我去里面都买什么呢？我基本上会买麦片，哦，就是早餐喝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运动用品哦，比如说，这个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排汗衣，好，还有这个所谓的运动裤的部分，这是我自己很喜欢买的。好，不论是 Under Armour 或者是艾迪达或者 Nike， 这我都买过。那我觉得它的品质的确是还不错，它是从美国运过来的嘛。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我自己很喜欢买的东西。那我也买过隐形眼镜，好，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你有去稍微比价过，你也觉得它里面是划算的，那你就可以在里面购买。其实那个隐形眼镜我有去比价过，我之前有在宝岛问那个价格，然后再比对比我在 Costco 买，真的 Costco 比较便宜耶，好，大概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我就觉得是划算的。如果你有用到，真的是觉得还不错，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部分其实，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买，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到8000-9000，因为每一个人的消费力是有上限的，你不可能一直不无止境的在花钱嘛，哦，你只会买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你一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你就不适合使用。但是如果你是有全家人，比如说我办了副卡给我的家人，我的弟弟或我爸爸，那么他们周末的时候在彰化也可以去台中的 Costco 或者是去嘉义的 Costco 买东西，
那么就绝对划算了，因为他们我们彰化老家有三个人嘛，那他们花的钱一定比我还多，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是觉得，哎，算一算我们这个家庭四个人是划算的，所以我就办了。那我弟弟其实也是蛮争气的，因为他有时候就会邀请他身边的公司同事或是朋友，就直接去 Costco 去台中采买。那他们当然是给现金给我弟弟的，那我弟就是赚了一点点这个所谓的代买的费用嘛，哈，就是2%的部分，或者是1%，原本是1%嘛，信用卡1%，然后现在就多了2%，就是他自己可以收着，好，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代刷代买的部分，那也是很划算的，哈，因为你可以带亲友一起去买，那么你跟他们收现金，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就是赚一点小小的这个所谓的服务费，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那第三的话就是自营商，或者你是在批原料的，你自己本身有在做早餐店啊，做食品的，做餐厅的，那么你一定需要去买一些低成本的原料，那你在 Costco 的确是可以就是买到物美价廉，然后品质又不错的产品，然后就是拿来卖，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倒是不错。所以你要批的这些原料的消费有5-6万以上，那其实就更适合了，所以 Costco 的这个黑钻卡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但是如果你是以上讲到的这三个项目，那么你的确是适合可以申办下来使用。这3000块就先喷出去吧。好，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特别的提醒哦，就是我们每一次节目的最后都会有一个金句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被行销广告冲昏头了，也不要因为宝可梦办了，所以你就要跟着办，没有这回事。你要衡量你自己的需求，所以金句就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没那个屁股不要吃泻药好吗？这个年费真的是我觉得3000块还是一笔钱哦，你要把这个钱省下来好不好？你一定要去仔细的去精算过之后，缴年费的卡片你本来就要慎思啦，不要被厂商当潘仔好不好？尤其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是成为 Costco 会员的话，我们其实应该会持续的年年缴这个钱去使用，所以我也不希望你成为厂商眼中的潘娜好不好？你还是要对你自己的金钱就是多几分的顾虑。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个月都刷不到7-8千块在 Costco， 那我拜托你不要办好。但是如果你一个月的账单都是2-3万起跳的，那么你就可以办好。尤其是你有时候跑单帮一些身边的亲友购买一些 Costco 的用品的部分，那你就更要办了，因为这部分都是你可以赚的小小的外快这样子。好，所以今天简单的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Costco 这个我们的这个黑钻卡的一些优劣分析。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你自己原本是绑的是金星会员，然后你最后要换成这个所谓的黑钻卡的话，你有信用卡你可以打电话给国泰世华，请他们帮你换成一个这个新的黑钻卡会员的卡号，那你以后一样只要带一张卡就可以进去了。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他们系统会自己后面借鉴，但是你还是需要打一个电话跟国泰世华讲，他们就会帮你进行做系统的整合。好，这也是我这次使用下来的一个经验，那可能下礼拜就会拿到卡片了，我再开箱跟大家分享。好，一样好，没那个屁股不要吃这个泻药，不要花钱，不要乱花钱，真的好，赚钱真的很辛苦，不容易，不要乱花钱，好，能省则省，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好，小铃铛开起来，每天最新的影片都会跟大家分享，哦，有点呛到，每天最新的影片会跟大家分享。好，那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公开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亲友。如果你身边有亲友想要加入 Costco 金钻卡会员的部分，好，黑钻卡会员，请你务必叫他把这支影片看完，让他去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跟这个商品，好不好？好，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才能够就是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好，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